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六、七、八。哇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对，棒了、okay ，他好像就是不会吹呼之力就，很悠悠就完事了。真的吗？对啊。我们想说学一个再难一点的试试看。再难一点的。现在是冲刺总决赛了，那我们肯定要往最难的学啊，这样才是尊重我们的对手，是一个创作的过程，很幸福的，真的很幸福的。至于成绩怎么样，说实话我希望它好，但是已经不是最重要了，我本身就已经幸福得飞上天的感觉。梦啊，啊，碰到了，但其实是好的，消一下毒。没事。我天啊，水泡都怎么啦？这是。我觉得你现在先穿个袜子，你不要再搞了。我要搞，一定要贴个这个就行。哎呦，我自己上。我就觉得我很感动。我们是个很年轻的团，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团看着永远都不是很严肃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们内心就是每个人都有一股力量在。没，你别再动了呀，你那手，你别再动了 ，hold 着点，别害怕。不疼吗？疼啊，怎么不疼？你看那脸都蜡黄的，他肯定疼。哪有？我们内心就是每个人都有一股反叛的精神。你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要突破自己和反叛的那种样子，我们的这种状态就是最强的。我觉得一个爱情的歌被我们几个人跳成了一种升华意义的一种情感。